欢迎收看日本房产频道。今天介绍的房产公寓名字叫ライオンズマンションアダゴ。详细的房产消息在这里。公寓的位置在福冈市的西区，地铁室見駅走过来7分钟。这个公寓是1983年建好的，不算年轻了。咱们要看的房间在3楼，是3室1厅。房间的总共面积是65.74平方米，停车场在附近有一个位置。房产价格是1999万日元。先来看一下吧。房间的大门完全是新的，出门都可以照照镜子。公寓后边没有人家，非常的安静。欢迎光临，请进。咱们家全都是白色的，好看不？玄关介绍一下吧。嗯，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有个小鞋柜，不是小，挺大的。这自打这上面还有一个小空间，能放点啥？然后你看这里，这里有个空间，我去站一下。你看，这里有个空间。ゴルフクラブ置いたり。啊，いいね。まあ傘置いたり。そうね。就是放个架子，放伞什么的。ワンチャンサーフボードいけそう。有自己就是喜欢的冲浪或者是。スノボもいけるよ。スノボもそうそう思ったりよ。这么看自己，すごく自由な。自由的一个小空间，这下面还有灯，挺好看的，很干净简单的一个玄关空间。这边有好几个门，我先介绍这个门，请进。这里是大厅，这边是三面窗的落地窗大阳台。你先看看这里的风景吗？人の視界が入ってくるような感じではないですね。そうですね。这里宽度不是非常宽，嗯，标准吧，可能算是宽。嗯，方向呢？那个方向是车站，メロの前。嗯，左側がメロミ。川も近いね。うん。川も。うん。歩いたら5分ぐらいかな。そうね、5分ぐらいで川には着きます。あ、ここ室外機置き場的なね。うん。要是在这里准备一个小座的话，你坐下，前边，你这边有个楼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就是非常能看到你的那个感觉。房间的方向完全是朝南，太阳光完全不用担心，应该看出来了吧？这个房间是翻新装修过的，翻新的不光是表面，排水的水管子呀，或者是下水道什么的，好像都是翻新过的，还有烧水系统、浴室的烘干机，完全就是个新房子。厨房的旁边这里有一个小柜儿。这也有个收纳，比如说家里的那个自动的那个掃除機ルンバとか、ね、ここに収納してもいいかもしれない。
Stay， 这里是那个门铃 ，Security 的那个。啊，可以放电话什么的，这里的灯灯在哪了？都连着门铃。这个小空间我个人非常喜欢，好看。旁边就是厨房，然后这地方放个冰箱什么，或者大柜儿也行。这边也可以放冰箱或者大柜。どっちに置いてもいけますよ。この電源がねどっちにもあるから自由です。キッチンはこう就是电的 IH 的。下边当然也是大柜儿。这个。这收纳柜儿，我收拾收拾柜儿。哎，哇，見て見て，奥にめっちゃ広い。ね、深い。すごいね。ちょっとね、不怎么好打。不过要是啊 ，sorry， 要是不经常用的东西，对里面也可以。这里有收纳柜儿。なのでこのスペース分は全部収納いけそうな感じだね。ですね。このもう真下に全部ね。上は特に収納はないですね。上はありそうですよ。これ。これ。置かないですね。そこだけ。はい。これあれですね。トイレ水だ。我看这个墙壁纸还有天棚挺好看的，我们看一下。后贴的，非常漂亮。然后上边这一块也是给你后贴的，就灯也是那个先给你安装好的那种灯。就是啊，你看一下就能全部打开，或者是闭上。这个型的厨房非常少吧，和大厅连着，做饭的时候也不寂寞。先介绍客厅旁边的这个。広げるとかなり開放感が。でも明るいですね、本当に。房间的大小是虽然小一点，不过阳台的阳光进来非常亮。就在这做做瑜伽什么的，好不好啊？来看看这个柜儿吧。哇，这里墙壁纸也挺好看的，这门太大了，我一个手拉不开。身高比我高一点，然后挺宽的，这里也挺宽的，这挺放心的。它给你搭的是就是完全不怕压的那种感觉，然后还很高。房间大小是四叠，大概有7.3平方米。打开门跟大厅连着，感觉挺好的，不用非得当卧室用。第二个房间也是在客厅旁边，这是离厨房也挺近的，也是推门的，旁边拉的那种。你先看上边这个灯的这个地方有没有，感觉是不是很有特色？这里的衣柜，哇，比刚刚那边的还大。然后这里的墙壁纸有点不一样颜色，非常就是。稳当，超大，这上面能挂多少衣服？够的，还没停啊。第二个房间4.3叠，大概7.85平方米。咱们从大厅出来，回到玄关这边。还有一个房间要介绍，这个房子是三室一厅的，对，最后一个应该是属于最大的吧。主卧这边是北屋，有大窗户。那你看这里的天棚也是给你贴上新的墙壁纸，很好看。这里的衣服柜儿最大，超大的里。刚刚那边的高吧，我都不用担心能撞到头。ここ何を置きますかね。椅子置いて作業スペースもできそうっちゃできそうよね。ああ、いいかもね。ちょっと狭いけど。狭いけど。
ちょっと特別な場所です。サイドテーブルみたいな、うん、窓開けてみたら、開けてみますか。こっちだけ開くみたいです。換気ができるしいいですね。最后这个房间大小是 4.4 叠，大概有8平方米。我个人很喜欢房间的颜色。还有玄关一进来，左手的门，这边。来，咱们进去看看。哎，这门还能开到这儿呢。啊，不用担心撞到这边。然后进来是，哇，白色的还是漂亮啊。一进来就能看到这里是洗衣机的那个空间，上边还有两个柜儿，这里能放很多东西。他家这个洗面台不是非常大，不过非常就是够用的空间。虽然这里没有收纳，不过下边有啊，这一下摁一下就能出来。然后这边有两个抽屉，这种足够吧，洗脸对吧？有烘干机，这是挺标准的那种，透透的。嗯，そしてね、浴室は狭くはないですね。ちょっと曲がるぐらいで。すいません。这是分离的，不是那种烧热水的，加热器那种。这里有心安的浴室烘干机。水房的空间虽然不是很宽敞，生活的需要都很全乎。浴室出来这边，洗面台的后边，这里是厕所。里面的空间，怎么说呢？非常标准的空间吧。你看后边有一个这样搭的小。这里能放东西，不算小。厕所的品牌用的是 TOTO， 有小的收纳空间还是方便的。好嘞，房间的内部咱们都看完了，下面看一下公寓的共用部。このままロビーではなく、地下に参ります。はい。はい。B ですね。这里有一层地下，我带你去看那里是什么。到了吗？这里 B 的。まっすぐ。ここですね。はい。はい、どうぞ。駐車場が、駐車場、駐輪場が。まず駐輪場がありまして。はい。ちょっとこれ埋まってそうな気がするな。部屋数に対しての車の駐車場の広さ狭くない？有没有空位？等我们查一查。好，那个这地方是，停车场的入口。然后这边就是我刚刚上的那个楼梯那边。停车场在旁边一个公寓里，准备好了一个位置，自行车当然可以。もうすぐそこが道やね。うん。そう、高速道路も見えますね。が、目の浜インターがすぐ、あ、じゃあ、愛宕インターか。がすぐ近くやけん。うんうん。超アクセスいい。とても。で、ここ降りたらもうバス停もあるしね。はい。うん、ここがすごいね。感じです。気持ちよさそう。どうでしたでしょうか。
介绍一下附近的交通方便。红点点是咱们看的公寓的位置，离得最近的车站是 Muromieki。 Muromieki 是空港线的一个车站，一号站口出来的话7分钟就可以走到公寓，能看到旁边就是一个大桥，上面写的市建川，就是 Muromigawa， 是一条大河跟海连着的。这条河在福冈还算是挺有名的呢，在河边有可以散步的道，还有夜景也挺漂亮的，在河边可以看到福冈塔，傍晚在这散步指定舒服。公寓附近有一个有名的神社，名字叫阿达哥神社，这个神社就在公寓的背后。这里是一座山，有美丽的大自然，带你去看一眼神社吧。ごめん、アクションモードなのに俺めっちゃこけた今。爬上来累着了，喘气儿，呵斥呵斥的。我说一下这个区域的特点吧，这里是宁静的居住区，去市内的交通方便非常好，公交车还有地铁班次都很多。比如说地铁的话，到天神是11分钟，到机场是22分钟。公寓附近大概都是住宅区，可以悠闲的生活下。哦，对了，这个神社的景色是不是很好啊？我很喜欢这里。公寓的附近还有一个购物中心，走着走有点远，可以开车过去，是 Ion Marina Town 店。 Ion 就是永旺，这里一般卖的是超市啊，或者是买衣服什么的都可以，还有吃饭的地方也不少，也可以带孩子来玩。其实这个阿达沟区域有很多的教育机关，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、高中，还有很多的学习班，有充实的教育设施，可以说这里是养孩子的好环境。还有，这里离海边也近，我最喜欢的大海，是一个海滨公园，走过一个高级住宅区，眼前就是美丽的沙滩，这个方向能看到美丽的日落。最后看一眼高速公路口吧，附近有两个高速公路口，都是都市高，开车出去玩也是很方便的，从这里到机场也只需要17分钟左右，是不是挺方便的呀？最后我们整理了一下房间的推荐重点，请您慢慢看一下，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留言或者是直接联系我们。最后再复习一下房产消息。房产的售价是1999万，没有超过2000万日元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还可以介绍很多的其他的房产，如果有兴趣的话联系我们吧，下次再见。